你已经猜到结局了吗？晚上好，看来你也不想让今天结束呢，那就让夜更长一些也无妨。今天你想挑战哪篇海龟汤故事呢？那我们开始吧。我叫华仔，今天打算买一根冰棍。老板，这冰棍多少钱一根呢？10块钱一根。哟，这冰棍外皮是金子做的还是？停，别套路，自己上网查。进口比利时巧克力，你要不要嘛？要，要，来一根。华仔扫码付款后，斜眼看了一眼店头的冰柜。哎，我说老板，这大冬天的，你冰棍还进货呀？老板突然脸色变得铁青，然后恶狠狠地向我说道：“哎，你什么意思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对着他会心地笑了一下。3天后，我坐在小卖铺里，一个小年轻向我走来：“哎，我说老板，这大冬天的，你冰棍还进货呀？有人喜欢吗？不是，你要不要吗？”我歪着嘴角笑着回答他。是。否，否，是。无关。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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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。否。否。否。
否？否？是。是。否。是。是。否。否。否。是。否。是。是。否。是。是。否。是。否。是。否。是。
关。您的回答完全正确。要回去睡觉了吗？一天又过去了，你是否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呢？晚安。影片来到这里，想知道以后故事，赞好，留言，最重要订阅，小小支持成为动力。